的驾驶能不能像您的人生一样充满活力？您的驾驶能不能像您的家一样舒适安逸？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有现代戴莫斯的先进技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现代戴莫斯为您打造更加舒适的驾驶。Advanced driving for a better life. Hyundai Demos. Hyundai Demos 的技术为您提供崭新的驾驶体验。以领先的技术生产驾驶的核心动力传动系统和座椅的汽车零部件专业企业现代戴莫斯，1994年以动力传动系统专业企业起步，2004年成功进军座椅事业，2007年建成动力传动系统与座椅研究所，具备了独立研发的技术能力。此后，通过2014年开始生产的最尖端 DCT 变速器，确保了未来的技术竞争力。各种国内外奖项的获得，使产品所拥有的技术能力得到认可。通过完善的质量管理，将产品稳定供应给全世界客户。基于技术能力成长的现代戴莫斯，将成为全球汽车技术的中心。现代戴莫斯自主开发的动力传动系统技术，让您的驾驶和生活更加充满活力。1987年，以现代摩比斯重机事业部为母体，通过驱动部门的独立技术能力，现代戴莫斯生产汽车变速器、车桥、高铁用减速器、战车用自动变速器等产品。最近，现代戴莫斯在生产双离合变速器的过程中，以完善的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向生产无缺陷动力传动系统发起挑战。现代戴莫斯强大的动力传动系统所具有的竞争力，源于华城动力传动系统研究所，通过热忱的研究人才与持续的投资，独立开发出轿车、客车、货车等全部车型的变速器和车桥、四轮驱动装置等，并致力于开发更加轻便、安静、高效的产品，并且作为未来驱动技术的中心，通过混合动力用 AMT 电动汽车驱动装置的开发，站在环保动力传动系统新技术领域的前列。现代戴莫斯将以创新的变速器、车桥、四驱产品，谱写汽车驱动技术崭新的历史篇章。以人为本、积极与您沟通的智能技术，现代戴莫斯座椅。现代戴莫斯的高品位座椅，抢先一步了解顾客需求，开发出各种便利功能，以感性的设计与人体工程学设计感动客户，将客户安全放在第一位的现代戴莫斯独立技术能力。座椅研究所通过更加科学而严格的检验，确保其全球竞争力。从座椅骨架、功能部件、电子部件、材料到座椅外观设计，现代戴莫斯通过覆盖整个座椅领域的研究，满足客户感性质量要求，将以采用 IT 技术实现自主思考和反应的未来型座椅，展现世界座椅技术的未来。为了实现与驾驶者主动沟通的智能化座椅时代，现代戴莫斯技术发展的脚步
将永不停歇。在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戴姆斯，将引领汽车零部件领域的未来。现代戴姆斯基于已形成大陆网络的中国、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墨西哥、巴西等20多个当地法人及业务分公司，不断扩展全球生产基地，通过事业多元化为全球整车企业建立产品阵容，并通过自主技术发展成为全球研发工程专业企业，通过各种环保材料和环保车辆零部件的开发与轻量化，确保未来需要的顶级技术能力。现代戴姆斯基于沟通与信赖的开放式组织文化，通过努力实现共同成长，并超越个人的成长和家人的快乐，致力于实现全社会的幸福。2020年将实现10兆韩元的销售额，以打入世界汽车零部件企业30强为目标的现代戴姆斯，将以技术实现人类的梦想，超越今天，引领世界汽车零部件的未来。Advanced Driving for a Better Life. Hyundai Demos.